哦，人家在撒网捕鱼。哇，天气这么好吗？只要不下雨，我操！玩玩平衡车去，狗已经遛过了，然后就等他们起床，我们就走了。周总在检查胎压，打气打多了。嗯，早上起来看到那边有人在用网捕鱼，还在捕呢。早晨出发的又比较晚，11点才出发，今天还好，不用开太久。在商丘市里边转一圈，离开古城，然后上高速就出发了，继续上连霍高速。前方到达商丘睢阳收费站。哦，商丘哦，它 ETC 只有一个。靠左行驶。商丘。哈哈，今天上来之后呢，不下雨。突然感觉视野好很多，开启了车也比较轻松一些，又不用担心路面打滑。哎，我们真是太容易被满足了，只要不下雨就行，天阴着就阴着吧，无所谓了，有点雾也可以接受。看来我们要走向天气更好的地方了，希望今天到了那边之后可以天气晴朗起来。今天就要出河南，进安徽。高兴了没两分钟，这个又开始下雨了，我们成功的把这个云追起来了啊。又回到昨天的那个高速下雨开车的状态。前方1.3公里，现在我们的油表显示已经快到底了，还好前面有个服务区，这一箱油跑了360多公里，保持持续，就已经成这样子了。永城南服务区，我伸个懒腰下去休息一下，顺便把油补满。这边好像不是中石油，叫什么东明石化呀？我天，这油能加吗？石化可以加吗？东明石化有没有说？跟我问的同样的问题。到达服务区，我们进来之后呢，去那边去寻找服务区美食。肉总在那边加水呢，用水袋拎水，他每次拎20人就够了一个。而我跟阿婷是两个单人，所以用不了那么多水，水箱又很大。烤肠。鸡腿堡，那边呢？便利超市。哎，那边有河南烩面。哎，看起来不会像是有好吃的。那好多人在外边泡面，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。哒哒哒。没有什么好吃的呀，不吃了，赌的成分太大，赌的成分太大，感觉会失败。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。先去加油吧，我看。哎，我钥匙呢？哎。那我们先去加油。去加吧。还是先来加油吧。这边有小青，哦，有苍蝇，啊，苍蝇，你不要加太多，加个100块行。然后到下个服务区再说。这高速上是不是全是这个东明石化？不是全部呀。啊？极少，极少是吧？啊。
你先把车挪一下，挪到前面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先把它倒进去。在这付钱，在这付钱。你的是不是这个？是的，一样的。中石化的，嗯，柴油车专用。哦，还好加了个柴油宝进去，366公里了。加完油之后呢，继续上高速。要换高速了，要上 G3 了。徐州合肥，哎，我是不是应该去徐州看看？啊，看来徐州是走另外一个方向的，不同路，下次吧。雨倒是小点了，就是零零星星的在下，还好我们挡风玻璃擦的比较干净，不然的话这会儿估计已经看不到外边了。区这个库区的名字好牛啊，就一定要下去看一看。其实是太累了，设了一个途经点就设在这边了。有中石化南的烙面皮，烙面皮，哎，吃点东西也可以，吃点东西也可以。中石化要不要再把油补一下？君王库区有点小啊，这个君王。这个区，擀面皮，擀面皮，我们先把车这个后备箱一锁吧。怎么样？要从正门进。戴口罩，谢谢配合。口罩我装着的呀。进入大厅，请佩戴口罩，谢谢配合。大厅，请佩戴口罩，谢谢配合。接点水。哦，进入大厅，请佩戴口罩，谢谢配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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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啦。这是啥呀？啊，有关东煮。这是什么？有锅贴。好一下，给我一个红烧牛肉面啊！啊，两个，两个是吧？嗯嗯，两个多少钱？好的，一个58。请出示付款。啊，我都去买两个煎饺。哎，这块不错。来份煎饺，你喜欢哪种口味？多少几串？10块钱3串。10块钱3串、啊？对。这都一样吧？这点？一样的。我给你放那里啊。来，好。嗯、好。再补一个，补一个一点的也有。
哒哒哒哒哒哒。啊？没看着肉哥，他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下来就不见人了。